各位弟兄姐妹早，一个蒙福蒙恩的早上。当开始之前，请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慈爱天父，我们现在感谢你，让你的话语从我口中传出，让各位弟兄姐妹能听到你想传达的讯息跟智慧。让我们的生命每天都在成长，来祝福所有在我们身旁的人和每一个人。我们把以下所有时间放在手中，奉你的圣名祈求，阿门。今天我想讲的是信心的勇者大卫。我要讲的经文是撒母耳上17:31-54。当我们知道这位勇者大卫时，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个有追寻耶稣的心，有耶和华的心的信心。这个信心在希伯来文来说是 emune， 它是一个词，一个表达词叫 emune。 那 emune 在我们的音，在它的翻译中，我们就知道是个盟约的意思，是代表以色列跟神的盟约，这是我们所需要明白的。而且这个信心呢，可以看到我们在生命中所做的每件事，它会给我们勇气去面对很多事情。可是当我们把信心放在神跟还是自己本身还是在其他东西身上的时候，那个信心具有很大的不同。所以现在你看到的是一个信心的勇者大卫了，但我还没有说他的神迹之前，他的生命的神在他生命里的大门之前，我想跟你们说一些我们本身所看到的信心跟勇气来面对事情的时候，这种对我来讲也是一种信心来的。比如说当我小时候我听了我的婆婆的故事，我本身的婆婆啊，她在中国广东出世的。我婆婆是一个耕田的，她在中国有一个田，有一天蝗虫就来攻击了，把她整个田都吃完了，所以她的家就没有钱没有米吃东西。她就跟她的家人说，不如把我婆婆卖给我公公的家里，所以他们的家里有东西吃。他把他本身卖出去了，这个也是一种信心的勇气。他知道他所面对的问题，而且他相信他这样做，他相信他这样做可以带给家人的资源。这是第二种信心呢，我看到的是在这个时代是比较残酷的，可是在这个很灰色的想法中，我看到了堕胎本身也是一个勇气，有信心的勇气。因为他们考量后，产后的这个孩子，只要是未成年妈妈，产后的孩子以后的压力跟破碎的家庭会带给他永远的不喜乐、不开心，也不健康。所以那些女孩为了他们的未来、孩子的未来着想的话，他们就有些选择了堕胎。这种是本能的信心，因为他相信，
他这样做是为了他们好，为了他们未来好。在这里当中，我不是赞成堕胎了，可是我想说，其实我看到了他们的勇气，他们的信心。不是在于对跟错，是在于那本人的思想，他所做的，他的成果是为了什么？所以这种信心是个人的话，很重要的。再下来，这个是我比较长大后才认识的这个信心啊。在我一进来神学院后，在这里读书，我就更明白了。在我们生命中，有很多东西都会绊倒我们，来阻止我们，来成就那些神预备给我们的祝福。而且我也看到了，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东西是很多人觉得我们面对不了的事，就很像这个信心的勇者大卫。很多人觉得他做的事是不可能的，可是在这旧约里，大卫也是面对了一个巨人。这个所谓的巨人是一个人在旧约里，可是刚才我所看到的那两个观点，我觉得婆婆还那堕胎是另外一种巨人，是他们心灵上、他们思想上所面对的那种巨人的困难，很巨大的困难啊！因为我们巨大的，突然我们规划成不同的城市，对我来讲，这个困难很大，不代表对你来说很大，会你要用你的智慧去思考的。当我们看到我们回来这里，大卫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在撒母耳十七章里，我们就看到了以色列人的军队将面对非利士人他们的冠军哥利亚，而且看到了扫罗将跟大卫说，这哥利亚是强人，而且当他大一步出他的信心，带着勇气去面对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是在十七章撒母耳中，大卫将面对他生命中的巨人非利士人哥利亚。所以现在我想说的第一大点是信心的来源。撒母耳上十七章三十一节到四十节，我会读一遍，请大家听，谢谢。有人听见大卫听说的话，就告诉了扫罗，扫罗便打发人叫他来。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为这非是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是人战斗。”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是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的。”这个你仆人就是大卫。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拖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尼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位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我神，神的军队骂着，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
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手中。然后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将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盔甲。大卫把刀柄在战衣外，是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过，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过。于是再做了，他手中拿着又在西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石子放在那里，就是牧人带来的礼当礼，手中拿着甩石的机旋，就去迎那非利士人。在这第一大点中，星星的来源的第一小点，他的星星的来源就是他本能，就是放羊人的能力。有可能我们所听见的放羊人，就是拿着一只杆走来走去赶羊而已。可是在古代，这些放羊人是很有本事的。你看到这些经文中对吗？我们可以看到他将从那些羊羔，将从那些野兽那里把那些羊羔救回来，将面对那些熊跟狮子，就很像武松打老虎这样，是不是？看到这些观点的时候，就是很不一样的。因为你看到他们面对那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巨人。老虎跟熊不是每个人敢面对的。在这个时代，你可以看新闻跟报道，人家看的当中很多被跑掉，不然就手断脚断。那有人这样勇敢，像大卫这个仆人一样，去拯救他的羊羔呢？而且放羊人的本质就是一个好像保护者、监护者。啊，放羊人这个职位是一个保护着这些动物的人，所以他有这职位，就是神赐给他一个能力来的。所以在他无意中，他就慢慢的把这些能力也磨练了出来，是神所预备他所面对的。待会我所跟你分享的困难，而且这也是说到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冒阵，因为大卫在经文中他说到，只要把他那个羊羔从口中，第三十五节，从口中救出来，他起来他救出来了，对吗？可是那个野兽还是要起来要害他的话，他就揪着他胡子将他打死。其实他已经很有怜悯之心了，他只要拿回羊羔，他就，我本身看到了他拿回羊羔，你可以想象中一个野兽吃出这只羊，他抓住了这个野兽，他掰在口中把羊，然后这只羊救了出来。只要这野兽他没有反抗，没有什么话，我觉得他应该要让他走，还是放在一旁算了。可是没有，因为这个野兽反驳，他要攻击他，因为这里讲到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胡子将他打死，因为他要反，他又要害他，他就把他打死了，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的。而且这也是说到